在这里我要发布一则求救讯息。他们每次都在活动中要求我要跟血迹一样讲一些干话，还有表演一些奇怪的动作，然后还要我发出奇怪的声音。我明明就是一个害羞内向腼腆的人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有星辰，活动开始了。啊，来了。更多奇怪的闪电狼都在闪电狼职业电竞队粉丝专页。